不要小看调料的作用，它们不仅能够调味，而且能杀菌去霉，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。葱姜蒜椒人称调味四君子，在烹饪中如何投放效果更佳，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肉食重点多放花椒，烧肉时宜多放一些花椒，牛肉羊肉更宜多放，花椒有助暖作用，还能够去毒。二、鱼类重点多放姜，鱼腥气大，性寒，食之不当会产生呕吐症状，生姜既可缓和鱼的寒性，又可解腥味，做食多放姜可以帮助消化。三、贝类重点多放葱，大葱不仅仅能够缓解贝类的寒性，而且还能够抵抗过敏，不少人食用贝类后会产生过敏性咳嗽、腹痛等症状，烹饪时就应多放一些大葱，避免过敏反应，这样食肉更香更好吃，也不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泻肚子。你们学会了吗？